这节课呢，我们学习在 ES6 当中数值都有哪些扩展。我们会把 number 的扩展和 math 的扩展都放在这一节课呢给大家去讲。首先我们看一下在 ES6 里面如何表示二进制和八进制。我们先念一个文件啊，当前应该是第19个 ingest。 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思考，我们在 ES5 里面如何把一个十进制数转化成二进制数，把它转化成对应的二进制数，大家想一想应该怎么转化。下一个问题啊，我们在 ES5 里面如何把一个二进制数转化成一个十进制数，我想考考大家知不知道怎么转化。比如说我当前定一个 A， 比如说它是一个5，它表示十进制啊，就是我们平时数数，比如说1234567891011112，哎，数数的话是不是十进制？那计算机里面认识的是不是二进制？二进制是不是就是0101，对吧？只有0和1嘛。那我先问大家，如果把5这个十进制我们想转换成二进制，它对应的结果应该是什么？是不是应该是101？我们从右往左看啊，第一个是不是表示2的0次方，那是不是 1， 对吧？然后2的1次方是没有，然后呢2的2次方是不是4， 所以说4加上前面这个1是不是应该是5？那我们怎么把5转化成101？大家知道吗？我们可以这样啊，来，我们输出 a.toString， 然后呢其实 toString 它是可以转化成字符串，对不对？但是它也有一个参数，比如说大家看，比如说我传一个2，相当于就是要把当前这个数字转化成对应的2进制。大家仔细看哦，输入结果是不是101？比如说你说我在参数是一个8，那就是8进制嘛，当然8进制对应的值是不是还是5，对吧？ OK， 下一个问题，如何把一个2进制数转化成对应的10进制数呢？比如说当前我个 B 它是101，比如说101表示2进制啊，我怎么把这个101转化成对应的5？大家都应该用过这样的方法，就做 passInt。 这个方法的作用是不是转化成整数的，对吧？ int 不就是整形吗？比如说我随便写个 5.5 啊，这样的话它是不是得到的是 5， 对吧？我这句话只是变个点，是 passInt 的作用啊，它的作用是把当前这个数转化成对应的整数，就是这个作用。那大家是否知道对于 passInt 来说它还有对应的第二个参数呢？大家看啊，比如说我把 b 作为第一个参数，我要转化成 b， 我要转化成什么呢？我要把它当做一个二进制数去转化，所以说它其实还有第二个参数，表示的是当前你把这个数当做什么样进制的数去转化。大家看代码第八行，它就会输出一个5。所以呢，我上面演示的是在 ES5 里面如何把一个十进制数转化成二进制，以及如何把一个二进制转化成十进制，这个大家也要知道啊。然后呢，我们讲今天 ES6 的语法。在 ES6 里面呢，我们用 0b， 注意啊， 0b 这个 b 大写小写都可以啊，表示二进制。然后呢用这个 0o 表示八进制，这个 o 呢大写小写也都可以啊，这是 0o， 这是 0b。 比如说我们定一个值，大家看啊，我count一个值，比如说这是 a， 然后呢它表示的是，大家仔细看啊，我们先演示 ES5 里面，比如说当前我还是这个5的话，一般这样表示啊，比如说101这个没有问题，比如说我写成0101，其实它是不是还是101，对吧？但是大家仔细看啊，其实它会报错。报什么错？当前严格模式下不允许这样写。为什么会报错呢？因为在 ES5 当中严格模式下啊，这种进制是不允许前缀用0去表示的，所以说这边报错。但是大家看在 ES6 里面是不是可以用 0b 表示二进制，比如说我用 0b 这个前缀，然后后面是0101，表示当前是一个二进制的数。这时候我输出这样一个 a， 大家看第12行输出值是不是就是5？然后大家看，比如说我再印一个 b， 然后呢它是一个8进制的数，表示用 0o 去表示。然后呢比如说我随便写一个77，我们看这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先算一下啊，是不是应该用8的0次方乘以7，再加上8的1次方乘以7，再去加上8的2次方乘以7，加完的结果应该多少？大家可以算一下啊，我们输出一下，结果是511，大家可以算一下，结果应该是没有问题。这个其实就是在 ES6 的数值里面提供的第一个方式啊，可以用 0b 表示二进制，用 0o 表示八进制。所以说大家以后如果在项目当中遇到二进制和八进制的时候，前面呢要加上相应的前缀啊， 0b 和 0o。 OK， 然后我们再看啊，在 ES6 里面其实还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比如说第一个 number.isfinity， 第二个 number.isnn， 我们看看它是什么作用啊。
大家知不知道在我们的 ES 当中其实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值叫做 Infinity。 大家知道 Infinity 这单词是什么意思吗？大家应该知道有一个汽车的品牌是不是叫做英菲尼迪，其实英菲尼迪就是这个 Infinity。 这个单词的本意叫做无限的、无穷的。比如说大家看我这边，比如说我用5除一个2，随便打一个字啊， 2.5， 这很正常对吧？但是问大家，如果用5除以0会怎么样？5除以0，正常情况下在我们的数学里面，我们的这样一个分母是不是不允许为0？大家看这时候是不是出现一个字叫做 infinity， 无穷的、无限的。因为我们数学老师肯定讲过，说如果分母无限趋近于0，那我们整个的数是不是无限趋近于无穷大？所以说这个单词叫 infinity， 注意它不是一个错误啊，错误的话是不是有个红叉 arrow， 这没有红叉， infinity 是正常的，它表示的是无穷的。所以说这次我们学的这个 number 点 is finity， 它就是判断当前这个数值是否是 finity 叫做有限的， infinity 叫做无限的。所以说这个函数作用啊，是判断当前数字是否是有限的。比如说我们判断一下5是不是有限的啊，我输出当前它所对应的结果，很显然这个5是有限的对不对？所以它是应该返回一个 true 啊。大家再看，比如说我当前是一个 0.5， 也是有限的嘛，所以说也返回一个 true。 大家再看，比如说我放一些特殊的值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说那个 infinity， 大家看这时候它的返回值是不是一个 false？ 因为这个函数作用是不是判断你是不是有限的，但 infinity 数表示无限的，所以说它会返回一个 false。 大家再看一些特殊的，比如说当前我是一个字符串，字符串怎么去判断它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呢？大家仔细看这个字符串结果会什么啊，会发现它也是一个 false。 大家再看，比如说我再去对应的一个 true， 一个布尔形值，我们看看布尔形值对应的结果是什么，在码第21行你会发现也是一个 false。 为什么会这样啊？如果当前你这个参数它是一个数值型的，那么就判断它这个数值是否有限的。那如果当前这个参数啊它不是一个数值型，比如说是一个奇骏型或者是布尔型，那么它一律认为这种都是 false。 这个呢就是 number 点 is finity 的作用，也很好理解对不对？我们再看，其实还有个方法叫做 number 点 is nn。 大家记得在我们的 ES 当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值叫做 nan 吗？ nan nan 数表示 not a number， 每一个首字母嘛就是 nan，不是个数对吧？那什么情况下会出现 not number？ 大家看啊，我先把这个先注意一下，说到这边比如说我用一个 A 除一个5，他觉得字符串能处理这个 number 型吗？肯定处不了嘛，所以说就返回一个 nn， 不是个数，注意它也不是个错误啊。那在 ES 里面提供的方法叫做 number 点 is nn， 它其实就判断当前这个数是不是 nan。 比如说我判断 nan，这肯定是嘛，所以说是不是应该返回一个 true 啊，所以这个结果是 true。 大家再看，比如说我判断一下15，你觉得15是 nn 吗？很显然不是嘛对吧，所以说返回一个 false。 所以这个方法的作用啊，就是判断当前参数是不是 nn， 如果当前后面这个值的类型它不是 nn 的话，那么它一律就会返回 false。 但是其实在 number 点 is nn 之前，我相信大家用过这种方法，大家可以看啊，大家可能直接用过这个 nn，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用过这个对吧。比如说我直接判断5是不是 nn， 返回 false。 注意如果我直接写 is nn 的话，它是不是相当于是 window 下面的 is nn？ 但现在怎么 number 下面又有这个东西了呢？其实大家会发现在 ES5 里面把很多方法都挂在了 window 这个全局对象上面，你这样的话这个全局对象是不是会变得很大？其实在 ES6 里面啊，会把一些全局方法逐步的移到相应的对象上面去，比如说跟数字相关的我就移到 number 上去，跟数学相关的我就挪到 math 上去。大家觉得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可以逐渐减少全局性的方法，然后使我们的语言是不是更加的模块化，更加的好理解，更加的简洁对吧？大家再看，其实对应的还有两个方法，我们看 PPT 啊，叫做 number.passInt 和 number.passFloat。 我们上面是不是刚刚用过 passInt？ 但是这个 passInt 是不是 window.passInt？ 我们看一看number 点 passInt。 比如说我们当前把 number 点 passInt passInt 谁呢？比如说 5.5 保存。
但是它的作用是不是能转换成整数，对吧？然后比如说我们再去 pass float， 这个作用其实就是转换成负电型了，所以呢29行返回的还是个 5.5， 这就是表示负电型。但是呢我们之前其实大家看同样的啊，比如说我再复制一个，如果我不写 number， 直接写 pass int 和 pass float， 这样的话它们相当于调用的是不是 window.pass int 和 window.pass float， 对吧？其实等到结果是一样的。这就是刚才我说的，在 ES6 当中会把一些全局下面的方法逐渐的进行模块化，以去减少这种全局对象下面这些方法的数量啊。所以呢就是这个方法大家应该很好理解，对吧？因为 ES5 里面我们就经常去使用它。大家再看下一个，叫做 number.isInteger。 其实我们通过这个名字也能猜到什么意思，是不是判断当前这个数是不是一个整数啊。比如说我们判断 number.isInteger， 我们判断5是不是整数啊，大家看很显然是嘛，所以返回一个true。那 5.5 呢，是不是应该返回的是一个 false， 对吧？这个很简单。下面我们来一个问题啊，大家仔细看我们这个问题。0.1 加 0.2 等于 0.3 吗？我后面放个问号。很多同学说，老师你这用来搞笑对不对？ 0.1 加 0.2， 小轩老师就告诉我等于 0.3。 但大家注意，老师告诉你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是在数学当中 0.1 加 0.2 是等于 0.3 的。但是在我们的 ES 的运算当中，你确定 0.1 加 0.2 还等于 0.3 吗？我为什么列出这样一个问题啊？其实在面试过程中，面试官经常会问到这个问题，问的就是这样 0.1 加 0.2 是不是等于 0.3。 他既然这样问，你肯定本能的反应就是，哎呀，他应该不等于 0.3 吧。但是到底为什么，你真的清楚吗？其实他想考试大家在 ES 当中数字运算当中存在一个叫做精度缺失的问题，大家仔细听啊。首先我们输出一下吧，大家看 0.1 加 0.2 回车，大家看结果是什么。很显然这个结果不是 0.3， 你会发现这个结果是 0.3 然后一堆0后面带一个4。所以说如果当前你判断它和 0.3 是相等吗，肯定会返回一个 false 啊。那为什么得到值不是 0.3 而是 0.3 后面还要有一长串的0后面还有个4呢？其实我们如果想弄清楚这个问题的原因啊，我们就需要了解一下在计算机当中数字是如何存储和运算的。大家仔细听啊，其实在计算机当中数字不管是我们说这种整数也好，或者是这种浮点数也好，其实都是以多位的这种二进制的方式去存储的。这个大家如果学过计算机基础肯定都清楚，对吧？计算机只认识0和1，它不认识别的，所以说计算机里面都是以这种多位的二进制的方式进行存储的。然后呢在我们 ES 当中其实去存储数字的时候，它会采用一种方式啊，叫做 IEEE754，这是一种叫做双精度标准，以这种标准去存储。其实这种标准呢大家不用说一定要去查，当然你要想了解的话可以去百度，其实你就可以理解成它就是个标准，然后呢在 ES 当中的数字就是采用这种标准去存储的。这种标准是一种叫做双精度的标准。我们只需要把它理解成说存储一个数字需要的二进制数呢，整个的数字的位数会比较多，你就这样理解就可以了。这样的作用呢是希望我们的数字呢更加的准确。为了让大家更直观的去理解这个意思啊，大家仔细听，我先举个例子。比如说如果当天我们用8位二进制数去存储数字，那应该怎么存？比如说当前我存储一个值 35， 我随便数个数啊， 35 是个二进制的，如果我想让它用一个8位的二进制数去存储这个数字，这个值应该多少？大家可以算一下，我建议大家写上来，对应的值是这样的 0010 然后0011，这个其实对应的是不是就是2的0次方加2的1次方再加上2的，我看啊 0,1,2,3,4,5 再加2的5次方，对吧？结果应该是35，大家可以算啊，这个没有问题，这是整数啊。然后呢我们再去练习一个小数，比如说我们当前有个小数叫做 0.375， 我写这样个小数啊，当然它也表示十进制，我现在想用二进制的方式去表示它，大家知道 0.375 如果转化成二进制应该是多少吗？其实值呢应该是 0.011。 为什么这样？大家看啊，我们这个数，这个数是不是应该表示说是1除以2的平方再加上1除以2的3次方，那不就等于4分之1加8分之1吗？那结果不就是 0.375 吗？对吧？这可以是。所以说其实我通过这个例子啊，只是让大家去复习一下大家在计算机基础里面学的一些知识，就如何把一个整数或者小数转化成对应的二进制数。但是呢其实如果你发现，你可以算一下当前如果是个 0.1 这样一个十进制数，如果你想转化成对应的二进制数，
你会发现当前的是无法整除的。为什么无法整除？它其实算出来的结果是这样的，就是说是一个 0.00011011， 然后后面还跟着一大串的数，因为它无法整除。但是呢，由于当前我们以这种双精装的存储的时候，它的存储的空间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的计算机就会舍弃后面这些无法整除的数值。所以呢，其实我们得到的只是一个近似值。大家看啊，我再给大家输出一个更有说服力的，大家看啊，比如说 0.1， 我输出 0.1， 然后后面有14个零，大家注意14个零啊，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4 个零，然后再写个1，大家看代码这41行输出结果，你们发现这个结果其实跟我输出的是一样的，对吧？因为当前还没有超出当前的存储范围。但是你再看，如果我复制一个，我中间再加一个零，这时候相当于是不是15个零了？这时候你再看结果会怎么样？有没有发现它得到结果就是 0.1， 因为当前已经超出了它的存储范围，那么后面的就会被舍掉，所以你发现结果其实是 0.1。我们甚至可以输出一下这个，大家看，比如说它和 0.1 是否相等，大家看42行，你会发现它会返回一个 true。 当然在数学里面这两个值肯定是不相等，对吧？因为它这个会大一点嘛，但是在我们的存储的时候，因为存储空间是有限的，它会把超出存储空间后面的部分去舍掉，所以你能发现这个数和 0.1 是相等的，它会返回一个 true。 所以说通过我的讲解，大家能理解为什么 0.1 加 0.2不等于 0.3 了吗？因为当前 0.1 被转化成二进制数，就存储在电脑里面的时候，其实它会有一个精度的缺失。所以呢，其实它真正存的只是一个近似值啊。所以最后当它进行加法的时候，最后得到的值是一个 0.3， 然后一堆零，后面是一个4，是一个这样的数。所以说在计算机里面呢，会出现 0.1 加 0.2 不等于 0.3 这样的一个假象，它是跟它的存储的形式是有关系的。所以呢，这个呢，我们不能单纯的用以前数学里面学的那种思维去思考它。所以大家应该清楚了为什么 0.1 加 0.2 不等于 0.3， 这个是面试的时候很常见的一个问题，大家一定要知道。讲完这个问题以后呢，我们再讲一些 ES6 当中一些新的知识点。大家可以看啊，大家知道在我们的 ES 当中整数的范围是多少吗？也就是整数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是多少吗？我告诉大家啊，最大值其实是2的53次方。比如说我们用 MATH 的下面是个方法叫做 POL， 它表示的是不是我们可以有个底数，这边是指数，这时候表示2的53次幂或者53次方，对吧？我输出的这个 MATH， 大家可以看啊，是最大值，它表示的是这样一个数。那我怎么能知道它是最大值呢？大家仔细看啊，如果最大值我再给它加1，大家想一想，如果它不是最大值，那加1以后是不是显示出一个是它加1以后的数？如果它是最大值，那加1也没有用。大家看这个结果啊，你会发现它返回的还是这个值，这就说明它是最大值啊。所以说在 ES 当中，整数的最大值是2的53次方，最小值呢是负2的53次方，就两个是对称的嘛，这好理解。然后呢，在 ES6 里面其实提供了一个常量，它呢表示当前最大值最小值。什么常量呢？大家看有个 number， 然后呢下面有个叫做 math.safe integer， 是不是最大的安全的整数啊？我这个也输出一下啊，正好对比一下它俩是否相等，你能够发现它俩是差一个数。所以呢，其实这个数和我们当前 max-1 它们两个是完全相等的啊，大家要注意。同样跟对应的这是最大值，对应的是不是就有个最小值啊，叫做 min safe integer， 它其实就表示负的这个数啊。然后呢，在 ES 里面提供了一个这样的方法叫做 number.isSafe integer， 它的作用是用于判断后面这个参数是不是一个安全的整数。比如说我们把当前这个最大值啊给它传进去，大家看第49行输出的是不是个 true， 因为它是安全值啊。但是你再看，如果我把这个值加一个1，那你说它还是安全的吗？是不是就是不安全了，就返回 false 啊，这个要知道。然后呢，我们看一下在 ES6 里面关于 MATH 数学又提供了哪些常用的方法。大家一看啊，第一个我们直接输出 MATH， 有个方法叫做 TRUNC， 这个方法作用呢其实是用于去除一个数的小数部分返回整数部分。大家看啊，比如说我有个 5.5，那去除小数生整数是谁？是不是5，对吧？然后比如说我还有一个负的 5.5， 那结果是什么？是不是负5啊，对吧？
那同学会觉得这不是跟 parseInt 一样吗？ parseInt 不就是把这个转换成整数吗？大家看啊，我给大家对比一下，比如说我写一个，刚才是不是有个叫做 number.parseInt， 当然 Windows 下面是不是也有，我们用 number 下面啊。大家看，你会发现它们的结果好像是一样的，对不对？我负我不负，那有什么差别呢？大家再看，比如说我当前用它判断 true， 你说 true 能被转换成整形吗？大家仔细看啊，你会发现54行是不是返回一个一？但是如果我们 parseInt 去转化这个 true 的时候，你看它这时候怎么样？是不是就变成一个 NaN？ 这其实是它们区别啊，大家注意。当前这个方法呢，它其实会把后面这个参数啊先转化成 numbers。我们知道 true 代表的是谁？ true 是不是代表一？那如果是 false 呢？ false 代表多少？大家看代码第55行输出的。false 是不是代表零？所以说它就返回零。OK， 这个是参数能转化的时候。那有些参数不能转化怎么办？比如说 NN， 但是 NN 能转化成对应的整数吗？很显然不行。所以说56行就发现它返回的还是一个 NN。或者再有一个，比如说我当前有个 undefined 能被转化成整数吗？你会发现57行它也是一个 NN。所以它对于这种无法转化成整数的，其实都会返回 NN。再比如说我参数是个空，其实它也是 NN， 58行还是一样的。OK， 所以其实这个函数跟这个 parseInt 还是有区别的，是吧？然后呢，我们再学习一个 math 下面一个常用的方法，叫做 math 的 sum。这个方法作用呢，是用来判断这个当前这个参数是一个正数还是个负数还是个零。比如说5，很显然是正数嘛，正数的时候它就会返回1。那如果是负数呢？它其实会返回负一，大家看负一。那如果是零呢？你看它就会返回一个零，对吧？就会返回零。那这是常规的。那如果我再弄一些特殊的，比如说我判断 NN， 它其实还是个 NN， 67行是不是还是 NN？ 然后我们再看，比如说如果这些参数是一些不是数值的数，我们看会怎么办呢？比如说它是一个 true， 我们前面说过数是不是可以被转化成一个数值？是不是这边是一啊？所以说你看是不是一，对吧？那如果是一个 false 呢？ false 是不是零？所以说 sum 的话，如果是正数是不是返回一？负数是不是返回负一？那零它就返回零嘛。所以说如果 false 的话，是不是应该返回零啊？我们看69行 OK 也没有问题。另外呢，我们再学习一个 math 下面我们可能会用到的方法，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方法叫做 CBRT。这个方法的作用是计算一个数的立方根，比如说我们计算一下 8的立方根是谁？是不是2啊？对吧？ OK， 那如果我放一个不能转化呢？比如说一个字母2，能转化吗？所以说返回一个 NN 啊。 OK， 这就是这节课我们学习内容，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首先是不是给大家去复习了一下在 ES5 当中如何把十进制数转化成二进制数，是不是用 toString 后面写一个进制的参数啊？然后呢，如果在 ES5 里面把二进制转化成十进制，是不是用 parseInt？ 但是在 ES6 里面也用了新的特性，叫做如果用二进制的时候，我们前面加一个 0b 这样的一个前缀啊。如果是八进制呢，前面加一个 0o 这样的前缀，当然这个 b 和 o 大小写是无所谓的。然后我们讲了在 number 上面这些新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叫做 number.isFinity， 它的作用是不是检查一个数值是不是有限的，如果是有限的就返回 true， 如果不是有限的就返回一个 false。 下面 isNN 是不是判断当前这个数是不是 NN。 下面呢是转化整数和转化小数。所以其实通过这几个例子，我们能够发现在 ES6 里面把之前原有的 Windows 下面的一些方法都逐渐的进行模块化，放到了它对应的对象下面去。所以呢，其实大家发现随着 ES 的不断升级，它的代码会更加的规范啊。下面 number.isInteger 它用于判断当前这个参数是否是整数。在下面呢，我们讲了一个面试当中很常见的问题，就是 0.1 加 0.2 是不是等于 0.3。 当然这个答案在数学里面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在我们代码的 ES 存储里面是错误的，因为在 ES 的数字运算当中它会存在一个精度缺失的问题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另外呢，我们讲了对于 math 数学在 ES6 里面有引用了一些我们可能会用到的一些方法，比如说 TRUNC 是不是用于去除一个数的小数部分返回整数部分。然后呢有个 SIGN 是不是用于判断一个数是不是正数，是不是负数，是不是零，
如果正数返回1，负数返回负1，0呢你就返回0嘛。另外我们就学一个叫做 CBRT 这样的函数，它的作用是用于计算一个数的立方根。这个呢就是这节课我们要学习的对于 ES 六当中关于 number 和 math 一些新增的方法，这些呢是我们需要去掌握的，大家继续加油吧。